大家好，我是铁头，家里有豆角啊，今天买了一块牛肉来炒一个豆角牛肉，把豆角洗一下，把头尾切掉，把它切成小块。牛肉切成小粒，接下来把牛肉腌制一下，加上生抽、少许的料酒、姜丝，把它抓均匀。抓均匀后腌制十分钟。锅中烧开水，把豆角放进去，煮至熟透，加少许的盐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把它捞出来过凉水。过凉后放一边沥干水分，锅中下油，放入蒜末，倒入牛肉，翻炒至变色后，倒入辣椒，再炒一下，再撒入豆角，加少许的盐，少许的生抽，把它翻炒均匀。最后我们倒入水淀粉，翻炒均匀出锅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这道美味的豆角炒牛肉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。